兄姐妹大家平安。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都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个体会就是深深的去感受到我们的主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我们的主耶稣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这个时代的呼召。所以我相信神也在今天早上的敬拜当中让我们再次来看见神对他自己所设立的教会的心意，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愿今天早上一切的敬拜都归给荣耀的主。在今天早上，我们要透过早上所看到这两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反败为胜。我才会听到许多弟兄姐妹在分享，或听到许多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来问基督徒说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形容你们所信靠的信仰。那当我听到未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来问基督徒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也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的朋友问我们说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形容你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那许多时候我们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一起来诉说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常会听到弟兄姐妹说